爱你了呢。 生活总是搞得人措手不及，老公，80碗海鲜面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去什么去了你？可是我跟同学都约好了，而且爷爷也赞成，我必须去。敢！我们片刻不停地在寻找，到底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？ 还是要自己到处飞腾找自己，就像候鸟的迁徙，因为有你才能找到我自己。走，还是外婆家吗？来不及了，谁说来不及的？ 知道你看中很久嘞。3年来，他几乎把我们去过的所有地方都写上了“我爱你”。可是生活中也不能只有这3个字。游戏玩腻了可以重来。为什么生活就不可以重启呢？哎呀，妈妈给你表演一个啊！ 哇，来，快点，还要给妈染头发，拍全家福嘞。OK， 这不就开了吗？哎，这车怎么启动啊？爷，你多久没开车了？不久。不久是多久啊？10年。Start。哦。 我每年都是我女儿跟我染的，她今年回来吧。爱到底是新鲜刺激的存在感？ 还是日复一日如玉在水的不自觉？你好，奔驰。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带我去一个我没去过的地方。啊，生活总搞得人措手不及，我片刻却不靠记忆，片刻不停的在寻觅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东西？ 爱到底是最新鲜的自己给的存在感，日复一日如玉在水池里。当爱能被发现、听得见、看得见，爱的甜蜜都在无形的痕迹。说，说呀。爸。爸。天很冷，路上注意安全。今天天不错。 天上的星星挺多的，一直听说这里的日出很美，但是我恐高。今天我觉得我不怕了。好巧，爱口说无凭，但有迹可循，像从不缺席的日出，像反复盛放的枝头。 别忘了鱼丸汤。妈，小心啦！爱是闪烁的繁星，爱是路途的珍惜，忘却关系这执着。 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
才能找到我自己。爸，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鱼丸汤够喝。是轻浮的呼吸，爱是走过的痕迹如影在心。我女儿回来了，大心到处飞腾心千里，就像候鸟的迁徙，因为有你才能找到我自己。心是执着的，爱如风不息。是闪烁的繁星，爱是路途的珍惜，忘却温习这执着的心，到处飞腾心千里，就像候鸟的迁徙，因为有你才能找到我自己。